连纪念品拢替我准备好了，不杀你，简直对不起自己啊！我都对小红，我都叫素红进攻。不错，但也不够啊！来吧，再攻过来吧，将我坚守人族的兄弟，定别我用出鬼魂了。就让本子来试着攻我，是真有实力，也是多机多用，求中回啊！龙与虎空，是虎归也，韩天会连出不见行踪，晚霞因笔记红火，速度疏通。雕虫小技，令人失望。已经连可破一招。未神下令对无作用吗？无可能，伊气味失聪，定能听见。你也分切。幻邪鹰无日加衰，幻凶下令行动不济，妖异灵虾就能身胜。你想想，天地一息，一定想输药，寒天快退避，反药一瞬，正巧降。家的小手段，就是你的真本事吗？寒天阙顶替金丸，灵心火神，夜空御灵消音。这一招结束，现实地上草。一加力，快心快，下凡真暗出名，对手欢迎竞速。龙啸天钻！啊！啊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就是某些古传的禁令吧，我可是旧的。修炼魔道就送人了，这是怪慈悲。你有机会加强自己，挑衅之后又战斗，你有何目的？您败亡得太快，你将我失去毁灭的性命。小心向下红盾，妙将之红旗开始动作了。Mm-hmm.